白鹤报恩。湖南省岳阳市的张后义在君山岛以西的后湖承包了几千亩水面养鱼。君山后湖地处东洞庭湖，上世纪七十年代还是鸟类的天堂。由于乱捕滥杀，昔日热闹的湖区变得一片死寂。面对环境的变化，曾经举过猎枪的张后义非常痛心和愧疚。当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后，他成为了一名环保志工。1992年11月21日，张后义突然发现前方芦苇丛中有两个小青年拿着猎枪瞄准一只站在水边的大白鸟。哈哈，打中了！你们在做什么？这里是保护区，不能打鸟。不好，有人来了，快跑！张后义赶跑了这俩偷猎者，就来到湖边。他看到了那只受伤的大白鸟，竟然是一只从东洞庭湖消失多年的白鹤。张后义看到白鹤受了伤，于是便把它抱回家，并精心为它疗伤。为了增强白鹤的抵抗力，让它早日康复，张后义特地买来了苹果和筒子骨炖大米粥来喂它。由于担心白鹤久卧后双腿僵硬，张后义每天还给白鹤的双腿做按摩。在张后义的细心照顾下，一个月后，白鹤终于恢复了元气。1992年12月28日下午，张后义带着白鹤来到了君山后湖，把它放生。飞吧，白鹤，你现在已经可以自由地飞翔了。可是让张后义没想到的是，第二天一早，这只白鹤又飞回了他的家里。白鹤，你怎么又回来了？之后，张后义又曾三次放生白鹤，可是每次放生后，白鹤就会在第二天早上飞回张后义家。几次后，张后义请示保护区人员同意，便收养了这只通人性、重感情的白鹤，并帮他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菲菲。菲菲，菲菲，你又跑到哪里玩了？几年后，菲菲找到了女朋友，她带着女朋友每天都到张后义家。张后义为菲菲举行了一场婚礼，并为菲菲的女朋友取个名字叫小雪。这两只白鹤也把张家当成了自己的家，经常围着张后义的家人翩翩起舞。这一景象成为了当地的奇观，就连国际鹤类基金会的主席都慕名而来，观赏这对白鹤美丽的舞姿。又过了几年，张后义家里添了两个孙子，一个是自己媳妇生的张杰，还有一个就是菲菲和小雪生的一只小白鹤。张后义给他取名叫东东。之后东东和小杰成为了一对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叫声引来了菲菲和小雪，他们见到杰杰掉进了水里，于是菲菲便让小雪留下来看护着他，而自己则急忙飞到张后义家，用嘴叼起张后义儿子张乔新的裤管，狠劲往外拉。张乔新感觉事情不妙，于是快步跟随菲菲来到河边。白鹤救主的这件事在当地引起了不少的轰动，可就在大家对这事津津乐道时，白鹤又一次拯救了全村的人。2002年7月4日凌晨，正当人们进入梦乡时，菲菲一家突然拉警报似的在张后一家的屋顶上空不停地尖叫，并用力啄着张家的大门。怎么回事？不好了，淹大水了，淹大水了，大家快跑啊！
白鹤挽救了300多人生命财产的消息传出后，东洞庭湖区的人们开始视白鹤为幸运鸟。湖区规定，每年白鹤来东洞庭湖过冬时，不得在白鹤栖居的湖面上捕鱼打猎。在这之后，东洞庭湖的白鹤越来越多，成了白鹤生长栖息的乐园。真没想到自己12年前的一次偶然善举，竟引来了如此多的白鹤天舞洞庭，让这片沉寂之地重现生机啊。这位曾经的猎鸟高手终于用自己12年的努力洗刷了当年的愧疚，现在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洞庭湖永久地成为白鹤的快乐家园，让那曾经枪声不断的岁月成为永远的过去，并希望可以建立更多的动物保护园区，并包含狗、牛、羊、鸡等保护区，来拯救快被杀的众生，给他们一个快乐的乐园。南无阿弥陀佛。
弥陀佛。